来到上海，如果想体验一下上海人的街食，腊肉丝面馆值得来细究一番。口味偏重的腊肉丝面，运用酱油膏调味以及辣酱当佐料，因而呈现出相当深的色泽，整体口味咸中带甜，粗块的肉丝撒满整个晚上，让人吃了有非常满足的快感。客人也可以自由选择是要汤面或干面，两种皆有不同的风味。来到这儿，点上一盘腊肉丝面，再配上店家的炸肉排，虽然辛辣的让人满头大汗，却也直呼过瘾，是想体验上海街边美食的人一定要来尝鲜的地方。